하자다운이는이렇게들어요다운이는이게안돼가지고이렇게뜨는게맞아다운이는그렇지그렇게이렇게해서이렇게그렇지아잘뜨네다운이어디가요어디가요중국가요오잘한다좀낮게해야돼어그렇게해서끌고가자자준비와잘가네천천히모두다해봤구나한개더자너돌려야지향기를이렇게위에다넣어위에다어위에다넣고다원이가방넣어야지다원아다원이도가방넣고다너무멋있다아빠엄마엄마다운이있어빠이빠이다운이빠이빠이할아버지는회사가아고마워요다운이엄마가용다운이엄마엄마가용돈줄거야그래안녕终于，他们背了两个包，还两个包，还有很多很多行李，不到。嗯，妈妈开车，大哥也来了。我们的放在飞机上的行李呢，该托运的托运了。然后剩下的是手提的小行李，塔文的小箱子，我老公一个包，我一个包，我背在后面。看一下现在的釜山的机场，哇，真的是开放了，这么多人，刚才排队排了好久。现在呢，离这个登机时间还有一个小时，我们先去楼上，早上都没吃饭，先喝杯咖啡，稍微吃点面包、汉堡包这一类的，垫垫肚子。塔文第一次坐飞机，现在可兴奋了。现在是早上九点的飞机场，已经人山人海了。刚才呢，我婆婆开车过来，一路上我们都非常紧张，然后我老公就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小心开车，安全的把我们送达就可以了。然后呢，又在这里值机，办理这个登机手续，啊，真的不容易啊！现在还有各种各样的手续要申报，不过都已经成功了，所以现在可以过来简单的喝点咖啡休息一下。我婆婆在家里削好了奇异果。削好的桃子，拿着牙签儿，我们都过来了。他真是有备而来。刚才开车大家都很紧张，如果是我公公开车肯定没问题。然后我婆婆开车技术我们都知道，挺好的，挺好的。现在吃一点，然后点了咖啡。人好多好多。기다려기다려아
정다운지금잘갔다와요어열흘동안다운이보고싶을것같아네아할머니울지마세요할머니잉잉잉할머니가집지키고있을게구영미네어갈게요아바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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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해야지바이안녕아보고아빠이빠이해야지 네바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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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네조심해가세요네我们是到青岛的，但是呢，现在通知我们飞机延误了，还要等。我们在四号的登机口这边等。四号呢是到台湾高雄的，这边好多台湾同胞，在这里慢慢的等吧。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坐飞机，已经比原来的时间延误了，现在十分钟左右。飞机马上就要出发了。卡文说赶紧系安全带。我们都座位在后面，因为值机的时候有点晚了。卡文。第一次卡文坐飞机，开心坏了。跑了一路。有点热。迟到了一会儿，现在啊，已经开始出发了，不拍了，不拍了。好了。还有一个半小时，塔文现在呢有点困了，正好我们买了连排的座位，孩子可以把这个当小床躺一躺，给他带的枕头，带的毯子。对呀、啊，在飞机上躺着睡觉真舒服呀。快到的时候，塔文闹觉，现在还在睡觉。我们的座位呢是在后面，所以前面的乘客先走，我们在这里慢慢等一下。幸好我们坐了最后的一个，对，要不然他们一直等我们。对，塔文睡觉了。估计要5分钟到6分钟，10分钟都没问题，不着急。到了，我们现在到青岛飞机场了，现在要去拿行李。看我身后没有一个人，因为我们一家三口是最后从飞机上下来的。塔文在飞机里一直在睡觉嘛，不想打扰他，一直等所有的乘客都下飞机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才最后一个出来。挺好的，这是我第一次到青岛的这个新的飞机场，太棒了。现在好饿呀，因为我们坐的是廉价航空，廉价航空没有餐食，要自己付钱买，所以呢就简单喝点饮料。现在去拿行李，拿完行李之后去找我的家人，他饿的话可能就在飞机场这边吃点东西。我们现在在等行李，塔文这个行李太可爱了，这是谁呀？啊，温馨提示，哇，塔文的行李箱在这里，我们还有三个行李要在这里等，拿了行李之后就可以出去了。
终于回中国来了，一切是那么的熟悉又那么陌生。哎，我们的箱子来了一个，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吧？是我们的。嗯，是啊，张姐对。OK。应该够了，三个够了。那他们坐在这里。他们也坐。可以啊。OK。我们的行李现在已经找到两个了，还剩下最后一个，剩下一个小的。看一下。好了，第三个行李终于到了，出发了，心情好激动呀。整理一下，今天外面谁来接我呢？应该是我姐姐跟我姐夫。整理一下，出发了，出发。 OK。Hello， 陶文 ，How are you？ 快点，你知道吗？好了 ，Hi。啊，你好，回来啦，回来啦。我姐姐，还有我姐夫。等一下啊，姐夫，看一下陶文收到了什么礼物。陶文，陶文，뭐야好了呢，인형보여주세요인형好了，자要准备一起吃点饭。好，走吧，走吧，出发，出发，走，吃饭，走。家人们终于到了，我老公，我老公刚下飞机就说这味道好香啊，飞机场里面这个餐饮的味道实在太香了，我们决定在这里简单的吃点饭再回家。我姐姐跟姐夫还在帮我们看孩子。小老鼠吗？小老鼠。哎，在帮我们看孩子，终于回家了。他妈，他妈。好嘛。一会儿吃点饭。回来。好了。下雨没来吗？人家不放假吗？不管他。啊，打完呢，出发，吃点好吃的。这一来了，山东口音就变成山东话了。从今天开始呢，我的视频里可能会说很多的方言。啊，这哥哥来和你一起做呀。嗯。我老公看上什么了？啊，手机卡，对，我们还要办个中国的手机卡。哦，这个味道。应该刚刚去了，不用去，你去吧，谁去卫生间？打文，打文，终于到中国了，走了。啊？嗯。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来青岛这个飞机场。青岛。2008年之前在青岛好像有那个对什么青岛的奥帆，帆船比赛嘛，好吧。好，帮我们拍个视频吧。下次。到了青岛。青岛。青岛，青岛，好了，好了。阿伯子，二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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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
我们来点一点牛肉面。在飞机场里吃饭，我老公说闻着味儿可香了。我们点了牛肉面、番茄牛肉面，还有鸡块，鸡块饭。这边全都是要微信点单。好了好了，我要吃饭了，真的是好吃，闻着味儿都香。牛肉面全吃光了，我老公最喜欢吃的就是红烧牛肉面，还点了一个鸡块米饭，也是快吃光了，太好吃了，像饿鬼投胎一样。就是在韩国一般吃的都是那个炸酱面、海鲜面、糖醋里脊啊，那种肉啊，只有到了中国才能发现各种各样的美食都有。饮料有就好喝。怎么没点豆浆吗？豆浆。豆浆。豆浆一般早上喝，现在不是喝豆浆的时候。哎，来中国应该要喝点中国的一些饮品吧。这个叫什么青檬绿茶的，挺好喝的。好了好了，我们吃完了就回家了。好了，米饭也是香的，好吃。就连这凉拌土豆丝都好吃。牛肉面的汤，我也要喝一口。回家的感觉太好了。好了，出发了，现在终于吃完饭要开车回家了，真的累坏了，飞机两个小时，一会儿还要再坐两个小时的车才能回家。哦，好了好了，塔文现在精力还挺好的，要去见姥姥姥爷啦。姥姥姥爷，给大家看一下青岛飞机场的停车场。我的天哪，我们在这里差点迷路了。这飞机场好大好大，停车场也非常大，大到我们迷路了。现在终于找到我们的车了，然后呢，发现我们的箱子有点多，这个后备箱还放不开。稍微整理一下，我老公说这飞机场这么大，就停车场的这么大，我都迷路了。真好呀，回家了。我们现在坐到了姐姐姐夫的车里，我们的后备箱已经被我们的行李塞满了。看一下哈，给我们准备了什么好吃的，中国的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呢，都已经洗好了，金手指、玫瑰香、葡萄，然后呢还有糕点，这边呢有蛋挞，在韩国蛋挞还挺贵的，都是这个是大枣，太好了。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那个威海的无花果，特别好吃还便宜。现在要开始吃各种水果了，回到了中国，现在呢终于实现了水果自由，开始自由的吃水果了。我老公已经吃上了，我得吃吧。这是塔文第一次吃这个冬枣，韩国也有，但是比较贵，一般夏天呢吃的很少。好吃吗塔文？刚开始他以为这是什么东西哈，抗拒着不想吃，吃了一口发现真香啊。老公你吃点什么？你在吃什么？口香糖。嗯，回来了，水果自由，想吃什么吃什么。 OK。 嗯，塔文吃的真好。我们要
再开两个小时才能到家里面。这一路上就靠这些水果了。跑了呢，你的脚。现在呢，到了镇上的补习班，我的小外甥在这里托管，塔文过来接哥哥下课了，看一下哈。李江宇，江宇哥哥。啊，等我。哎呀，这么多孩子在这里，暑假了，双职工都过来把孩子托管着。你看，塔文，塔文，塔文，妈妈在哪里？塔文，江宇哥哥。塔文现在是放暑假的时间，啊，佳宇哥哥，哎呀妈呀，是啊，就哥哥这儿，哥哥好，塔文呢？来来，雪儿，你们来来来，雪儿，来，顺茶摆哦，牵手。你们过墙上，谢谢。不不错。哎，抱抱，背背吧，你背背他，背背他来，他呢，熬过吧，啊，熬过吧，佳宇哥哥背背你来，走，熬过吧，再来一遍，给你讲讲，好，背背。向宇比塔文大六岁吧，嗯，差不多大六岁。好了，好了，好了，哎，这个乡村小镇上，看这长了这么多野草，没有一个人哦。好了，向宇，长这么大了。我们结婚的时候，四年前他那么小，还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对呀、啊。看一下。拿着纸走吧。走吧。咱们俩给我牵手，哎，别说行，可能是我了，花脖子。刚才换一个了。啊，走。草文呢？小雨哥哥。小雨哥哥。草文这个眼睛啊，左丑右丑，到处都是小朋友。走了。哥哥给草文。送了一块手表，见面礼。小雨，这两天拜托你了哈，多跟塔文说一下中文，教他唱一下中文歌，读一读中国的古诗。你自己能背古诗词吧？能，简简单单。简简单单的，比如说什么？现在来一首。春居今高陵，草长莺飞到了天，拂堤杨柳追春烟。儿童散歇未来早，忙趁荣华放弃烟。哎，好，再来一个。所见，你好，你大点声哈。所见，心猿眉，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月，意不明尘，忽然闭口立。那个那个魂儿吧，那个剑他妈，那个龙。好，叶公好龙，叶公子高好龙，勾一写龙，招一写龙，乌氏雕纹一写龙。于是芙蓉偶尔下肢，回头鱼有一品鱼塘，叶公见之，弃耳还走，失气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色龙非龙者也。啊，你完了啊。好了，塔文，哇，哥哥真棒。我们到家啦，山东农村的一个小房子，看一下。我们刚刚呢把行李稍微整理了一下，给爸爸妈妈带的礼物就在后面。塔文，看我们家山东的大炕，塔文在炕上已经在这里吃了。我们这边哦，我们这边的乡镇的超市上竟然还卖这个宝露露，翻译叫波乐乐。塔文可喜欢这个了。幸好有。嗯，在这边都有，太好了啊！哥哥也有。塔文在吃什么呀？日式鱼果。嗯，啊。一到家里就开始吃垃圾食品了，把所有的人，嗯，挺好的，挺好的。老爷好，老爷好，红包，红包，谢谢，谢谢，知道，谢谢，谢谢，老爷的红包，姥姥的，姥姥好，姥姥好，哦，姥姥好，给你红包，谢谢小姐，谢谢小姐，谢谢。谢谢，塔文现在沉浸在零食世界里。我老公在这边等着我爸的红包呢。不是，谢谢爸爸。山东女婿终于回来了，红包，因为你上个月不是过生日吗？好厚啊。啊，挺好的。谢谢。OK， 太好了，咱们也把礼物都给他们吧。
好的。嗯，给爸爸妈妈。嗯，你先等等哦。塔文在农村收到的礼物可开心了。塔文呢？二三，开始了。哇，这个暴力的快递已经把这个包装盒变成这个样子了，应该里面的东西没问题。妈妈不是还拍婚纱吗？因为他们就知道塔文喜欢这个动漫形象，在中国的淘宝上买的。正正蒙可。안녕하세요나바로핀입니다塔文可喜欢这个形象了。바로핀这是衣服，有可多的形象，但是他只喜欢这个戴着眼镜的小博士。这个是看做的真好，你们拿那个叉挺好的。这个是卡点印象啊。现在呢，到了我们小镇上的夜市，我的天哪，好热闹啊！这个是网红青蛙吧？谢谢。哎，好，我们现在。大肚子哎！网红青蛙，好了，现在开心的不得了了。抱抱，哎，青蛙，好了，给大家看一下哈，十八线小城市的县镇，我现在呢，感觉这里好吵，声音都要放大一下。我们现在到这边来捞鱼。我的天哪，10块钱不现实，最后只能带走3条，大家觉得这价格怎么样？塔文还有点小，想捞很多鱼可是捞不着，着急。哎呀，这里好吵好吵啊。哎呀，我姐一直陪他玩呢。刚才我公公婆婆打来的视频，然后看到塔文在这里玩可开心了，这是在韩国花钱都买不到的快乐。那这么10块钱呢，时间是不限制的，可以捞很多鱼，但是最后呢只能给你3条鱼，一条大鱼加2条小鱼。家长呢，还我妈也在这边，都陪着塔文玩，挺好的。塔文开心坏了。哇，真的是太吵闹了，你知道吗？我到现在脑子里都是嗡嗡的响，这个喷泉喷得我都是头疼呢。大家在这边带孩子，夏天到了吗？都到外面来玩。我老公去哪了？我老公陪我小外甥去玩去了，不知道又玩什么。小外甥喜欢那个打枪，还有打那个气球的那种游戏。塔文就在这里玩这个。完全是乡村风格。我公公婆婆也是在视频的那头笑得坏了，塔文平时在大城市里小妞，到了乡下也是玩得这么开心。小孩子嘛。来呀，来一场广场舞。塔文跟着广场舞的队伍越走越远了，小青蛙又来了，乡镇风格的小车，家庭版的，挺好玩的。10块钱一次，可以玩10分钟。给大家看一下小镇的风景。
现在呢，在我们中国的二线城市，现在说烟台呢变成二线城市了，二线城市的牟平区，这边呢有一个网红的景点叫养马岛，大家知道吧？号称东方的马尔代夫。我们呢在这里住了一间民宿，带着爸爸妈妈、姐姐、姐夫一起过来度假。现在呢哈，我们在去养马岛大桥的路上，给大家看一下哈，这边的建筑全部都在建设高楼大厦。给大家看一下哈，现在养马岛附近的楼盘开发的，因为养马岛呢带动了这边的经济，现在是夏季，来旅游的各个游客哈实在是爆满的。我们俩现在呢来一个实拍中国。今天我们坐出租车的时候，司机跟我说，你是烟台人吗？我说我离开烟台已经很久了。他说咱烟台现在已经是二线城市了，你不知道吗？我说真的吗？现在这个中国的城市划分也是挺有意思的哈，以前是那个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现在又变成了什么超一流还有准一流那种各种各样的变着花样的名词。看一下这边呢，开发的楼盘特别多，但是真正入住的话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海边现在刮风刮的还是挺潮湿的那种风，快到前面了。我姐姐、姐夫他们开车带着爸妈，还有塔文和外甥呢，他们已经先到了地点，到养马岛大桥那边。我们两个呢，在这里吃完饭，运动一下，拍一拍。应该要拍那边。啊，那边对，前面的风景特漂亮。我们目的地马上就到了嘛。对。我们俩现在是。昨天晚上我看了养马岛的那个桥的光，啊，非常漂亮。对，养马岛大桥的夜景很漂亮。好的，赶紧去看一下吧。八水到极致。我老公被这边的宣传呢惊呆了，看一下哈，这个叫什么楼盘，应该是公寓吧，他说是总价39万，首付5万就可以在海边有这样的公寓。我老公说妈呀，太便宜了，这是怎么回事？公寓应该有他自己的那种限制对吧？你看后面这楼盘，这都是在海边弄的，他打造的是现房现证，即买即入住，这楼盘还在盖呢。我们到了，到了这个养马岛大桥的附近了，赶紧过去。我发现这边有很多地方呢没有红绿灯，就是靠你自觉，有的就是礼让行人。然后我老公说不行，我不敢走，还是得正八经的找一个红绿灯过去。错过了，错过了。No， 哇，前面的夜景可漂亮了，真好。对。OK， 现在等红绿灯，我觉得现在发展真好，每时每刻都想记录下来这些。大家看一下，车水马龙。最近呢是旅游旺季，好多游客都到我们烟台海边来玩。来的呢，一般就是要去养马岛去看一下，欢迎大家到我们烟台来玩。之前我教过了一个美国的学生，他是那个华裔三代，他就带着爸妈到养马岛来玩，还拍照片给我，说老师看我到你老家了，可开心了。你老家比这很远呢。对，我是栖霞的，这边右拐，不会礼让行人吗 ？OK， 谢谢谢谢。我老公赶紧拿出手机来拍拍拍。回家呢，我公公婆婆也是每天看我们的视频。这边是在养马岛大桥这边，进去看一下吧，老公。给大家一镜到底哈，看一下。有点像民俗村那种，各种灯光挺好看的。我姐姐姐夫呢，他们把车停在这边的停车场，现在我要去找
塔文跟他们会合了。这完全是中国风格耶。这边还有兵马俑。 Hello。有很多外国朋友，还有很多华人华侨的朋友，他们呢经常看我的频道，然后给我留言。现在呢给大家拍一拍看一看，真的是中国的发展呢越来越快了，真好。这是一个梦回大唐主题，我怎么拍的有点歪呢？人挺多的呀。塔文找到塔文了，塔文今天穿的泳衣泳服还没下海呢。哦，好的，塔文，一二三，哦，你好，塔文，这是什么？这，你给他换一个男生，只是个男生的，换一下女孩的。这是男生的，女孩的在这里。嗯，塔文呢？过去。我的祖辈。好像有什么表演了？哎呀，塔文。极地仪塔。你好。约。你好，塔文。OK， 好，下来吧。对。我们这是。在这里。啊、哦，给塔文买了个小推车。好了好了，走。等过徐福，寻仙者。这边的夜景也很漂亮，建筑很美。这建筑是什么？这个建筑是什么呀？好像现在关门了。是吗？嗯，回去查一下地图，你查一下百度地图。现在回国了哈，我们疯狂的下载各种 APP， 百度地图、美团外卖、饿了么，哎呀，各种各样的，挺有意思的。今天好像有汉服活动哎，有好多人穿汉服，我们都不知道。嗯，走吧，走吧，走。塔文呢？现在换了一下衣服，发现呢海边已经退潮了，没法玩了。他就先赶上这个休闲的裙子，跟姥姥现在在一起。我们呢原路返回，要去这个跨海大桥去看一看。塔文呢？出发。现在呢是晚上8:40，我们到了洋马岛海水浴场这里。好多人呢，怎么能这么多人呢？大家好像不睡觉了。给大家看一下啊，海边呢乌漆麻黑的，黑黑的一片，就这么黑，还有这么多人下海水里面去游泳，在里面踩一踩海水，我有点佩服了。我小外甥呢已经脱了光溜溜的进去游泳去了，然后塔文呢就在这边玩沙。我们决定呢下一次早一点来，不要这么黑这么晚来。最近的天气高温实在是太冷了。塔文现在一个人，小小的建筑师做了个什么东西啊，三个城堡。我妈也在那玩。塔文的爸爸现在好努力，我老公陪玩呢真的是100%全身心的投入。小外甥在这里干嘛呢？刘向宇，你要干嘛？我要把我自己埋起来搭个城堡啊！把你自己埋起来搭个城堡。对，好的，一会儿看一下你的成果哈。对。嗯，回家了，回家了。现在已经10点，快10点了。9点。9:53。哎呀，赶紧的。啊。我们今天一家人在一起要吃烧烤了。大家都知道淄博的烧烤最近呢真的是火到宇宙了，但是在我们烟台呢，烟台烧烤特别是木坪这里呢，烧烤也是很好吃的。
这个包间还不错呢。塔文非要跟哥哥坐在一起，我呢到时候坐在这里可以给孩子喂一下。对面呢是小龙坎火锅，还有福润海鲜，挺好的。哇，这边的夜市夜景真美。第一个凉菜凉拌土豆丝，谢谢。我们胶东半岛的人夏天呢最喜欢吃的一道凉菜，凉拌土豆丝。这是两串翅中，还有烤鸡胗，对吧？对。我老公一脸疲惫，看孩子看的。老公，你最期待的是什么？烤扇贝。啊、哦，你好。花肉好了。花肉，谢谢。这个是不辣的。啊，不辣的好，单独放一下哈。没事没事。不辣的好。这个是辣的。辣的哦，好的好的。不辣的呢，孩子可以吃。我老公不是最想吃的烤扇贝吗？今天也点了。开动啊！开动啦！吃吧。OK。烧烤，这是人间美味。尝尝这个，他想吃土豆，烤土豆片儿。哎，你好。这是泡椒鱼皮。泡椒鱼皮，还有小馄饨。馄饨是什么馅儿的？猪肉的吧，猪肉的哈、嗯，猪肉的，还有小馄饨。塔文跟哥哥吃馄饨吧。啊，好辣呀！嗯，这不叫辣还是不辣？辣的，不辣的，好的。烤马步鱼，马步鱼。你还没吃，还没吃。我已经卡的，我已经卡的。在等着你，我送你一个。嗯，塔文开心的都唱歌了。这个辣不辣？别让些什么小辣，那给那个。嗯嗯。啊，因为这酸，我现在这酸。儿子，陪奶奶休息吧，儿子。啊，儿子。我们点的辣的是大人吃的，不辣的是两个小朋友可以吃，挺好的。那这个馄饨再分过去，尝一尝这个馄饨好吃不好吃，里边还加了紫菜。这个泡椒鱼皮，鱼皮，小外甥点的。好，你好。太辣了这个。还有盘子吗？这个。有，有盘子，稍等啊。好。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羊肉，羊肉的，这是羊肉，羊肉得单独放一下。好，收了，谢谢你，谢谢啊。哇，老公，生蚝，我老公最喜欢的生蚝。我太喜欢生蚝。这个是烤的羊肉串，羊肉，哦，分一下。看错了呀，这个是生蚝，我以为是扇贝。我老公喜欢吃的是扇贝，味道差不多，吃不惯。好。这个是什么呀？腰子，猪腰子。对，猪腰。嗯，来了四串猪腰子。你这得意啊！这是点的烤生蚝，老公你尝一下。嗯。是你朝思暮想的味道吗？嗯。挺好的。嗯。好吃。好，多吃点。我也忘啊，这是一。一二三四五六六个，48块钱，8块钱一个，挺好的，挺好吃的。给咱爸咱妈，嗯、给爸妈也分开。辣不辣？好吃，好吃。烤生蚝好吃还是烤扇贝好吃？扇贝。好嘞，估计啊，香鱼哥哥，香鱼哥哥，香鱼哥哥。哎，塔文呢？哎呀，哎呀，哎，雪爷爷好哈。塔文呢？小雨是爷爷好。爷爷好。嗯。去哪哈？啊，阿布吉，小一德，这个烧烤，冇回事呀，烧烤。那个羊骨鸡都有骨，猪骨鸡都有骨，馄饨，你的馄饨是哪个？有双面的。好。骨儿，骨儿都有啥呀？骨儿。嗯，骨儿。嗯，蘑菇鸡啊，这个蘑菇鸡的意思啊。哦，我给都。哦，麻的啥呀？麻的怎么还啥呀？
저기사진찍고있어요교리는어옆에있어요아빠이빠이어네네네부드럽게인사하하어빠이빠이네拜拜这在韩国得花一大笔钱可是在中国虽然也是一笔钱但是还行这就是中国的人间烟火味晚上这个点已经快九点了还能吃烧烤今天的肥又减肥失败了多吃点嗯，我们叠的挺多的其实我公公婆婆看了刚才视频说天哪这么丰盛你们叠了这么多有的东西他们都不认识我说这个是鱼皮鱼皮还能做一道菜烤金针菇韩国人连想都不会想的这样的做法对吧下次等公公婆婆来了带他们来这边烧烤吃这个海鲜大排档来体验一下好了咱们赶紧吃吃完了吃不好吃那个吃饱了以后剩下来可以打包好我靠吃这么多妈妈你不是说韩国人吃饭少吗真少啊我外甥数了数我老公面前的这个铁签烧烤的铁签说我靠这么多都说韩国人饭量少姐夫吃这么多应该不是姐夫16个小姨夫我这边数一数我的签不到16个没我老公吃的多我老公还得扒拉扒拉找一找证据跟我比较一下挺好的你拿这个时间把这个打开我刚才用了嗯好啊再叠一个可乐再叠一个对对对我老公还叠了一瓶可乐我叠了一瓶啊他跟我说你怎么点常温的我要喝冰的韩国人喜欢喝冰的必须的呀然后服务员又给他点了一个冰的现在还在等怎么还不来对呀、啊、刚才就点了你去叫一下我要找谁呀塔文爱上了叫应该是哥哥哈哥哥哎呦拉着手每分每秒都得在一起把我小外甥给累得不行了这次应该要多给他们零花钱零花钱他孩子的钱哎呀爸爸妈妈出去看孩子姐夫也走了剩下我姐还在奋斗我老公已经吃饱了我已经吃够了吃了这么多签儿差不多有20个嗯然后他点了一个冰的可乐到现在服务员没给他算了吧我们真的都太饱太饱了你看这些还是剩下的马步鱼烤的鸡翅这里面还有烤的这个大饼我们这烧烤就是他们那个淄博吃的时候是饼的卷起来哈咱们这就是这种大饼我们烟台烧烤呢就是卷这种大饼好了要催我们了找服务员打包吧好今天完美结束服务员帮我们打包然后这个签儿它是竹签的话可以带走但是铁的人家要留下来帮我们卤串了好了好了今天真的是吃太饱了看一下外面的夜景嗯这边的夜景改天真的是下次要带我公公婆婆来了好了这么好支付宝扫码支付挺好的现在已经吃完饭出来了给大家看一下后面烧烤的人大排档人间烟火气在韩国根本没有感受感受不到给大家看说实话
我的耳朵现在有点懵了。啊，我老公就太吵了，太吵了。给大家看一下，人间烟火气，现在是晚上9点多，快10点了，真好。我们吃完饭，现在要在海边溜达溜达。好。